欢迎回来，一起来看到来到台湾42天，在全台北中南8个城市完成了46场演出。第七度来到台湾的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台湾唯一的一场公开见面会，主办单位就特别安排在最后一场演出之前举办欢送会，让艺术团的成员和贵宾们可以近距离互动。台湾的两大服务性社团国际同济会和国际狮子会的台湾总会长也都出席，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神韵启迪社会人心，明年一定会继续协办支持。热烈掌声中，美国神韵艺术团的代表们精神奕奕地走入会场。4月2号，神韵在台湾的最后一场演出前，神韵之友在彰化园林演艺厅举办欢送会。这是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台湾演出期间唯一一场公开见面会。团长李维娜首先赞扬台湾温馨善良的人情味。你们知道台湾什么最美吗？哇，你猜对了。台湾什么都美，可是人更美。你们很多的美德都是承传中华的文化，所以这种美是没有办法拿语言形容的。已经第七度来台演出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纯善纯美的演出在台湾主流社会掀起广大回响。台湾区国际同济会与国际狮子会今年都首度担任神韵在台湾演出的协办单位。像这种好的节目啊，不只是我们同济会这种或者狮子会这种社团的推广，应该让每一个在从事社会公益的社团都要有这种推广，这种有真善美的这种节目来启发社会上的人心啊。两大国际性社团的台湾区总会长都表示，明年一定会继续协办支持。这是我们的职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节目以后，我认为它可以振奋人心啊。神韵在台湾，不论在台湾还是在世界各地表演啊，意思一定是会发光发热的，所以我们台湾狮子会全力支持。神韵晚会主办方将演员亲笔签名的节目册致赠给协办单位表示感谢，协办方回赠锦旗及奖牌，对于神韵能启迪人性的善念感到钦佩。82岁的中美集团总裁夫人，也是狮子会东北亚第一位女总监施淑梅女士说，这是她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演出，能在欢送会与艺术团成员们见面，她感到十分幸运。真实的一个人碰到我们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说很高兴，很高兴今天来看这个，没有白来看的，觉得很幸运。2013年神韵巡回台湾42天，共46场演出圆满成功，观众反馈佳评如潮，也都期待来年再相会。新唐人亚太电视张佑明、陈义文，台湾彰化采访报道。